我想只打得不错吧 练习了好久呢 剑上的这些结晶 也是因我的想象形成的吗 我会带着大家的希望 继续战斗下去 牙医 现在我能追上你的背影了 现在，我应该能和食之律者正面对决了吧？那个时候，Brania趁乱骂了我一句笨蛋吧？我听到了。